是我在巴黎的第一天，早上和老佛爷的联系人吃饭聊天，谈一下合作内容。然后呢，中午过后就自己一个人在巴黎乱晃，而且我真的超不习惯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对相机自言自语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现在大概是，其实已经快中午了，已经11:30左右了。然后我等一下去老佛爷百货公司进行拍摄，然后这也是我这次来巴黎的目的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和人家合作这种比较专业的摄影，所以其实还蛮紧张的。那希望等一下的拍摄能够非常顺利。那我也会带你们到拍摄现场。那我们等一下见，拜拜。那我这次是算是代表台湾区的口，然后去和老佛爷合作拍摄。那我现在要先去跟台湾区的 PR 吃个午饭，那接下来就是 fitting， 然后还有妆发。我们到了老佛爷 Galeries Lafayette。百货公司里面，你超酷的，而且后面还跟着警卫先生。可以拍我的照？有没有穿过室内拖鞋逛百货公司？酷酷，到顶楼了。这里是老佛爷百货公司的顶楼花园。看这边的 view。Thank you.
白朗峰哦，然后这个是冰巧克力，很浓，超浓的这个。那我今天整个下午就在老佛爷百货进行拍摄，然后大概四五点结束，我就在那附近晃晃晃，然后晃到现在已经8:30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专业的团队拍照，然后非常的荣幸，然后也他们也非常专业，然后人也非常好的指导我，因为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，就不太会摆照片的姿势，而且刚开始有点紧张，但是到后来呢就有比较好。那我要去休息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